我知道我没有被诈骗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是要做约定转账的，那提供对方的账户这样子。有啊，最近葡萄牙的账户。本分局103年11月20日12时许接获永丰银行台中分行报案，有一女子与林贵预设定跨国约定转账，疑似遭诈骗。同仁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查处，并成功拦阻一起诈骗案件。经了解，38岁的赖姓女子，自银行申请跨国约定转账，为赖女前后说法不一，机警行员通报员警到场，与赖女分享相关诈骗案例后，最终卸下心防，向员警表示系于网络贷款公司，发现贷款资讯，客服人员向赖女表示需申请约定账户，经员警一番解释后，赖女恍然大悟，并放弃申办，成功阻止了一场诈骗。本分局在此提醒，诈骗集团诓骗受害者设定约定账户，相当于将自身账户门户大开给诈骗集团。设定约定转账成功后，往后汇款就不需经行员的关怀慰问，不仅恐成为被害人，也有可能成为诈骗集团洗钱的人头账户。因此，任何涉及跨国转账后汇款的交易，尤其是透过非正当管道如 LINE、脸书或 IG 等联系，应提高警觉。如有疑问，可拨打165。报案电话或110报案，请求员警协助，以免落入圈套。